家晚安呐。大家晚安，要晚安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今天有出门吗？没有。明天也这么烂了？明天应该不会吧？不会。
是臭豆，哎、欸，豆腐泡面、王子面、王子面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吃什么，超级无敌饿，可是我不知道吃什么。哦，我不是美女啦，所以我没有一天一餐。看我的新玩具。背后的碟子，白色的。对啊，哦，好烫！我没有电卷棒。不是我没有电，不是因为我平常就是都是用发卷，然后因为我家里没有离子夹，所以就买了离子夹。我想要烫上面一点，不然等一下它又直掉了。可是我觉得好像就是直一点比较好看。我的刘海没救了。蟑螂脚吧，傻眼！这是什么鬼东西呀、
穿这么清凉回回，会念你妈要多穿一点。我都几岁了？都几岁了。今天是不是很适合带这些东西？有兔子，好色哦！蟑螂，就很像蟑螂。所以说，这不是这不算是厉害的。我打算送你们一个我的生日礼物，然后就是一个小惊喜，然后可是不能现在就给你们知道，让你们知道，因为要等生日会结束吗？应该是也不用生日会结束，就大概可能生日会最那次时候，或是就是生日会那期间，或是可能八月九月的时候。然后我不知道，反正我不知道周边通常都什么时候出啊？然后我就给你们一个小惊喜，然后那是。算是计划的算是生日计划里面的其中一环。然后我自己是觉得还不错，然后你们也会喜欢，因为我自己也喜欢，然后反响都还不错的惊喜。然后我要一直说然后就你们期待一下，对，你们期待一下。我也没有什么，就是跟你们说有惊喜，然后期待一下，这样就是这样。对啊，你们好幸福哦，太幸福了。我明天还要面试，我明天要一早起床去泰山桂河，
哦，超远的。不要闹了，还是要去啦。可是我就在想，因为我阿公就跟我说，就算上了也要考虑到底要不要念那一间学校，因为他不喜欢那一间学校。然后他是一个很注重学历的人，就是我家人有其中一阿公，就是我阿公是一个很注重学历的人。然后他希望我不要念那一间，可是我觉得没有不好啊，但是他说就是。所以完全没有紧张，你没有面试的感觉，就是完全没有，一点点都没有。对不起，我一直弄我的头发，因为我有强迫症。不会读欸，因为我其实也没有很喜欢，就是普普。其实我球场也没有紧张欸，就是不是没有紧张，跟那个跟 WeGo 就是欸 WeGo 吗？是 WeGo 吗 ？We 不是 WeGo， 不是，那是什么东西？那个 VR， 对对 ，VR，VR，VGo， 比 VR 还要不紧张 ，VR 比较紧张啊 ，VR 比较紧张，对 ，VR 比较紧张。很抱歉 ，VR，VGo，OK，Go。Go， 回家。Go home。哎呦！不知道，不知道欸。
看啊看啊，都看，看看看。大家是不是都很期待看到我？大家是不是因为觉得这是我第一次上演，然后再加上大家可能觉得就是蛮想看我跳啦啦队的，果然被分配到这个工作是适合的。六个人还好吧？我觉得六个人算是少吗？我觉得三四个才算少吧。六个人算少吗？我不清楚哎、欸，我想说，不知道哎、欸。跟慈妹很像，慈妹是很瘦很可爱那个吗？好啦，其实之前我练习的时候穿短裤，然后那边不知道有个谁，就是，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啦啦队啊，应该也不算，就是他们的什么教练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里面有一个人，然后就看我。就是一直看，就是也没有一直看我、啊，就是我有看到他偷瞄我这样，我觉得有点小害羞。秀秀只是刚刚直播，他嘴巴太甜了啦！我跳了一个什么样，超尴尬的，姐姐还笑我说我跳得很尴尬，还跳错。拜托，不要好不好？踢馆了，算了吧，我觉得。没有，明天，哎呀，明天就知道。谢谢北原的覆盖。谢谢 Free Plus 的玫瑰。快也跳乐天的影，乐天，你这个小坏蛋，看完我们又去看完富邦看 Lakuten， 不应该，不行，这样不行，我觉得不行，我觉得这样有失公允，我觉得不行，小坏蛋。你觉得你跳尬的过里多会吗？可以切磋一下啦，就是不输，可是也不赢，这样。哦，那你是那里来富邦看了我们的吗？
小薰。哦、不是啦，因为我觉得那个，因为我觉得李多惠他舞蹈是有力，可是有些地方我柔的地方我赢他，可是有力的地方可能输他，所以就是我们的优点强势不同，就是因为可能比较，因为我学过现代嘛，现代有些延伸跟一些比较柔软的地方，比较柔啊，需要延展的这种动作的话，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得很好。我有看到懒人，可是懒人后面有个面面，是吧？啊，懒懒面面，有的哎 ，TP， 乐天喜欢哪一个？我不知道，唯一没有的就富邦，我不知道，他可能想来看一下而已啦。他可能想来看一下，都看这样，都看，都看。树枝君送啾啾，等一下你明天可能很看，可能看我比这个天使翅膀爱心，要富邦 Angels 的手势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探味不累，姚冠伟这样，然后平安就。可以拍一下我这样的照片。记得之前不是有过吗？有一次好像是诗雅毕业演唱会的时候。谢谢家树送的真情到来。我最近我昨天不是去那个帮忙当造型师助理嘛，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模特是外国人，然后他来台湾工作，然后他的身材跟比例就都是那种我觉得哇，怎么会有人这么漂亮的那种人，然后我就去研究了一下，他是外国人嘛，然后他的穿搭跟一些个性啊，跟他的怎么拍照的、啊，然后我就向他学习了一下，我就抓到一些性感的精髓，所以就是有 get 到这个点，所以我最近要学习如何跳脱之前的坏习惯，导致我没有大家不觉得我比较成熟的原因，我要改掉。今天有工作吗？我今天没有工作哎。可是，就是明天没有办法性感了，明天比较可爱，比较吃香吧。哇，国际零零路线也没有啦，就是没有到国际这样。国际，富邦也写我是国际女团呐、啊，国际女团，我是国际女团。没关系，我也很期待反拍。我准备了很久，就是为了有好看的反拍照片。是国际女团没有错啊，对啊，算是国际吧，算吧。有啦，有那个海外，有海外合作就算是，就是有跨海外，我不知道，算吧算了，我觉得算在台湾算了，在台湾女团算是国际女团，的确算是。
我已经准备好明天的 QA 跟表演，希望明天可以好好表现。只是我比较担心的是天气啦，然后还有怕早上来不来得及去面试完，直接冲回公司。我可能会跟姐姐说一下，我可能会有点危险，就是可能会，如果真的很就是 delay 很久的话，我可能就直接到现场之类的。毕竟去面试不是无意迟到，就是不是因为睡过头迟到的。我要跟姐姐说一下，对，因为天气确实没有办法，泰山很远。我要坐机场捷运，我还没有坐过机场捷运呢。机场捷运就跟一般的捷运的转车是一样的吧？是吧？对啊，他那边离球场比较近，可是我想说，如果来得及的话，就跟大家一起回去。不知道，我还是想哎，我等一下可能会跟姐姐讲一下，可是他真的太远。我真的很担心。反正我明天可能就是要五点起床了，这样我化个妆准备一下。我明天就是一整天的行程，我觉得回家我会就是累垮垮，就是哦，终于放下心中内心的大石头。我每次只要心中大石头，因为每次我只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，我晚上都会有点小失眠，不然就是也没有到，就是如果是真的是很重要的话，我会有点小失眠，然后可能会就是。不然就是我可能会有点小失眠，不然就可能睡很熟，对，所以就回到明天的话，可能就是对，就是那样，我就会想很多明天发生的事情，就是可能就是我觉得可爱的话就会是就是叽呱叽呱讲不停，然后讲一下笑一下，讲一下笑一下，然后就是那个感觉就是小孩子可爱。可是如果是要性感成熟的个性的话，谈讲话的话就是可能要讲慢一点，不然就是不要嬉皮笑脸跟思考过再讲话。明天会超好认出我的，真的吗？明天下午新妆台，对啊，进步了，确实。我把它关掉了。哎、欸，它真的很可爱哎，粉红色的。而且它其实很好用。它是粉灰、哦、好好看哦，好可爱哦！我喜欢这，就是我小东西的话，喜欢买粉红色的，就是小东西。喜欢粉红色，可是如果是那种大东西的话，就会比较偏向卡其色。因为如果大东西要粉红色的话，会太彰显出来我这个人喜欢少女的东西。那我不想要让大家知道，其实我很少女，就是我是有那种童心的，我不想太张扬这件事情，不想让很多人知道。哎呦，我头发好乱。拉高它，不然看不到兔耳朵。
不能拍个照好。有没有有没有那种感觉？我研究了好久，要怎么性感这件事情。没有，明天没有哎、欸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明天可能，可是明天的衣服不太好，不会让我觉得到 OK 性感这样。突画风突然还好没有儿童不宜啦，还好啦。兔兔，你可以录影截图，观众是录影。猫头猪老师，这孩子终于长大了，他也没有教我怎么性感。他也不觉得我性感，好不好？他从来没有说，哎、欸，玛丽有性感，他完全没有这样讲过。他认同了性感，我们成员没有一个人是打着道德，而且他觉得性感是人，不是风格。我不知道哎、欸。而且我相信猫头猪应该，他就是天生的性感，不是。不是他想，也不是怎样，就是他天生就是性感这样。他在等你自己领悟性感，领悟。我也觉得，因为他知道我想性感这件事情，他有说过，我觉得很好笑。三个月前是教练，我好想打篮球，什么意思？哦，跳舞才性感哦，是吗？他是平常个性是可爱啦，可是他对啊，身材是性感的。他其实身材也是可爱，可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因为他脸吧，我觉得他脸是性感的，因为他的鼻子跟下巴都是成熟性感的，不是可爱的。我觉得是脸，他脸是性感，他脸不是可爱的。哇、wow. 哦，我的职业哦，是蠢不是呆哦。他直播在干嘛？猫头猪直播都在干嘛？谢谢四喜的红玫瑰。不是，超猛的。
定要摸一下肩膀，然后摸一下。不是超模不都这样吗？我有去看欸，我有去看的，我有去研究我那个前几年看到的模特怎么拍照的。有去看猫和猪老师跳艳舞吗？有看过。明天新装球见，看你们灯头手球开球好。可是甜美性感，我是我喜欢的，因为我喜欢甜美啊，就是甜美是我喜欢的，然后性感是我喜欢的，所以甜美性感是我喜欢的。就是如果不要野艳的话，我其实还好，因为我觉得野艳会给人有点距离感，但是甜美的话就比较有亲和力一点。你的甜美性感蛮成功的，哇！谢谢直男们的称赞，谢谢直男们的称赞。直男们，你们是直男，臭直男。为什么是臭直男？你们会不会觉得，就是有些人叫你们说臭直男，你们就会觉得很讨厌吗？还是你们承认对啊，我就臭直男这样？我怎么样？我从可爱，我不是从15岁第一次开播就说我想要性感了吗？也不是欸，我觉得是了解设计的 TP 到偶像工作，知道风格对这个人来说很重要之后，我就有去想我适合什么风格，然后我可能就随口说哦，我想要性感这样，然后我就真的有去研究，因为我很喜欢 AOA， 就是 AOA 是一个我从国中的时候就喜欢的一个女团。我是因为他们的 Bingo Bango， 然后的 MV， 然后我就学了，然后去看他们之前拍的 MV 是哪一种类型，然后发现都是性感，然后我就很喜欢雪炫，然后就喜欢雪炫的这个感觉，就是对，所以就懂哦，原来这叫性感，然后进来 AKB 之后，原来 AKB 比较可爱，然后想了一下，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的是性感，不是偏向可爱，然后但发现 TP 要可爱，所以我去剪了刘海。然后那阵子刘海时期，你们不觉得刘海时期我都超可爱，超可爱？就是我的走的风格是可爱，所以我绑那种双马尾，就开始绑双马尾喽。然后到之后，我就把就是有留回中分，留回中分的时期就有就是比较没有这么长可，那就是可爱路线，走可爱的路线。而且其实从独蜘蛛就看得出来，我的舞蹈风格是比较偏向性感，就是就算要我可爱，我可以就是发型穿搭都很可爱，可是如果跳舞要我可爱的话就比较没有办法。像蕾姬跳舞就很可爱，因为她动作都是那种张大的这种，然后平安跳舞也很可爱，平安跳舞就很轻盈，可是我的舞蹈的风格的确一点可爱的感觉都没有，我自己是这样觉得，除非是那种，就是有些什么很可爱的动作，那种这种，就是 AKB 这种很活泼、很跳跃的动作的话，我都跳得很辛苦。我学了很久，我就是有点没有灵魂的在跳那些动作。可是到了可能 Innocence 跟独蜘蛛的时候，比较有灵魂一点，因为那是真的就是我跳舞的样子。而且我跳那些舞的时候，那个我的那个魅力会出来，可是。我跳可爱的话，就会觉得好像有点别扭嘛的感觉。
我觉得条码也很完美，可是其实我没有，我跟你们说，可是其实我没有很喜欢，就是如果要我说喜欢程度的话，我没有说真的很喜欢条码这首歌，可是毕竟被分配到了，但是好像意外的，因为这是姐姐选的，那你们觉得如果很好的话，那就代表就是姐姐特别会选，可是我自己其实还好，可是我努力诠释，可是猫头猪好像也觉得条码还蛮适合，可是我自己要选的话，我会选条码，因为条码的舞蹈动作不是很多，所以要跳的好看的话也蛮难的。可是我，你们不觉得我的条码的动作很就是有就是，你们不觉得条码的舞蹈还好吗？可是我就是把它跳的还行，因为我有就是有去练要怎么把条码跳的好看这件事情，因为条码的动作就真的普普啊。分界线，我觉得好看的舞蹈是 Glory's Days 或是 Glory Days 或是温布顿，虽然温布顿也挺简，听说也挺简单的。我想一想 ，Glory Days 或是。可是羽钢琴也还好，我觉得不行，我觉得我不适合羽钢琴，因为那个头饰太大了，我不适合大头饰啊，大头饰不行，我不适合。也可能巧克力要一直跳哎、欸，我不要一直跳，我不喜欢一直跳，我觉得跳很累，我不喜欢一直跳。但是一期毕业，我的位置的确是会往前拉。哇，有新的人要选我的位置喽！哟，哪是 OL 啊？这是。其实还好哎、欸，这个也没有到很性感啊，就是背心而已，但被我穿得很性感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觉得手臂哎、欸，因为这件手臂出的人帽，但是我觉得我其实手臂虽然细归细，可是还是就我的手臂虽然很细，被有些人念过，我自己也觉得很细，可是它虽然细归细，可是。在照相的时候，某些角度是我喜，就是这个角度是我喜，这个感觉是我喜欢。虽然我觉得有点细，但是跟我的腰，因为我的腰也很细，所以我的手臂如果很细的话也就是还好。可是如果单看我的手臂的话，会觉得很细。可是如果配在我的腰的话，我就觉得。我就是瘦，可是我的大腿是，就是我的，而且我的腿也没有到，我的腿就是我的腿也很细，可是我觉得我有个地方是可以性感，就是我的大腿跟我的这边，就是这块，就是大腿这块，因为通常性感的话，大腿都是要肉的，可是，对，虽然我腿很细，可是我自的大腿是有肉，就是这块，所以不会看起来。拍照的时候不会真的是很瘦很瘦的到处感，我觉得是腿好看的一个重点，就是腿好看细是重点，可是大腿要有肉比较性感。我觉得我大腿有肉，我是这样觉得，我全身最上下最有肉的就是大腿。
而且其实它是因为其实而且它很薄，而且后面其实如果解开的话是松的，可是被我用别针别起来，所以它是紧的。而且你们记不记得我有一次也有穿过，可是那时候我穿的就没有这次好看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是我真的都长大，就可能是我真的感觉不一样，所以穿这件比之前好看。不知道，而且可能现在穿比之前自在，我不知道，就是不知道。我喜欢，应该是说白色比较适合我，因为白色显胖，可是我很瘦，所以我穿白色刚刚好。然后我的大腿有肉，所以裤子穿黑色，这样比较视觉效果比较 OK。就是，对，没有欸，不知道，我觉得，哦，上次因为上次穿平口，可是这次是穿透明肩带，所以我觉得有差，就是对，有差。不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我刘海太长了，这个界限是就是对啊，就这样吧。我就要洗头，可是我今天头发好香，因为我前几天睡觉前喷香水。然后我头发好像还是有那个味道，很香耶。而且我今天其实没有化妆，我今天只有把我的黑眼圈遮掉，然后涂个口红，看起来就很刚好。所以我以后直播都不想要再化妆，我觉得直播化妆真的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，所以下次把黑眼圈遮掉就好。今天的舞准备的如何？应该吧。我是因为过敏，我天生的体质，就是我天生体质就是。两斤甘蔗是怎样啦？不是啊，等一下，不是啊，没关系啊，我就两斤甘蔗啦，生气。就是柳，就是，好啦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。疯掉了，就不下水。这不叫。直接变一条一条的，更像两斤甘蔗。对啊，就是，让我的头露出来一点，你等我一下。还好吧，两斤甘蔗，你是怎样？那个乌龙派出所看太多是不是？我有，我刚刚用水啊，生气。谢谢小紫的真情告白，真情告白，真情告白。不知道怎么救他，怎么救？我真的没救了，就这样吧。我今天就这样。
那其实还好啊，你们是不是你们一定是那个太看太多了啦，我自己觉得还好。谢阿亨的福袋，哦，告白气球，没关系啦。觉得还好，谁说眼睛开启的？啊！我觉得其实还好啦，还好啊，可以啦，还好啦，还好啦。谢谢 Jerry， 玲玲好正，谢谢。明天不要太卷，比较自然。好啊。很快让我不喜欢不了其他人了，有这么夸张吗？这个头饰也太适合戳戳女，戳戳女，这是头饰也太适合戳戳你了吧？这是刚刚那个是什么？这个，而且戳戳你的粉红色的才更适合，太适合了吧？开戳，谢谢光泰的加299。而且好短，现在是起的红玫瑰。这个头星还会出现很多次吗？不知道。现在 Free Plus 戳戳你。果然大家都很喜欢今天的路线，天哪，臭直男。的，哎，对，有点，这的确有点短，的确有点短，的确有点短。我是直女，我是直女。越知了越无聊，可就这样，继续带你占据每个每秒。
绝对不可能来。虽然是这么说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已经爱上你了。We broke up, sad. Broke up. Broke up.谢谢 X 的戳戳你。被安传染，安怎么了？谢正远的红玫瑰。全世界的女生都这样，算作上天的你好，你什么都不要。前一分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突然被你点到，听见危险讯号，你要我自己一下，不是做梦就好。嘟嘟哒啦嘟哒啦，喵喵喵，我想叫叫叫，这个世界只听见我的心在跳，路人不重要，小狗汪汪叫。谢光害的人气选票，一直有做那一段，哪一段？喵喵喵，我想叫叫叫，这个世界连我都心在跳，路人不重要，想跟我乱跳，我都连动作都想好了。最初想好多的气泡，接着我的感觉就是喵喵喵。生日会我准备好了，准备好被攻击了吗？对啊，台北今天下大雨，下大雨哦，我傻眼。现在没有了，现在没有，现在停了。快点截图啊，各位！我想要照片。快点截图啊！没想到玲玲可以这么赞，拜托，深藏不露哎，各位。深藏不露。别藏了，你确定要收图？什么意思？你问这什么意思？请多露，不太好。我想说，等一起生毕业之后，再露。我想说，就是，对。可是其实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露，该露的都露了。对啊，等深圳是吧？不是欸，不是，应该是说，如果一下就漏太多的话，就没东西漏啊，就一次一次嘛，慢慢来啊，不是啊，真的、啊、肚子、腿什么都，酸血都差不多，都就这样啊，背就是差不多，哦，就多这样了，
对啊，差不多了啦。哎、欸，姐姐，森林铃正式声需要多少开价？你们要听，你们要真的觉得，就是应该是说，应该说就是，知道哎、欸，每个人大概要像林林神队那样吧。可是我五年后我24、25哎，还是我等下这样拍个 reels， 林珊珊 call 他来啊 ，call 他来啊，喂，摩西摩西，然后你还讲日文说，哎，那个林珊珊赶快来。绿也会哭死，笑死！惊喜会比这更好，就是等着看喽。我不知道，可是最近有什么 reels 可以拍吗？还是我拍个限动就好了，拍个限动。明天活动完可能还会有流量，先准备一些厉害的。可是那个照片就不能现在先发，我就问过了。不知道哎、欸，就是之后再说咯。真服。怎么办？开始很喜欢你，太晚了吧。你太晚才发现我的宝藏女孩了吧？可是宝藏女孩嘞，自己讲就够了。Alex 说：“喂，你们真的是很糟糕哎、欸！你们真的是太晚，你们真的是哇！你们真的是太晚发现了，灵骨要被买走了。”看你们这些人，哇塞！可是我也不是每天都会想要漂漂亮亮、可可爱爱的，有时候我也是想要随便一下，所以这流量这种东西掌握了，不可能维持。像我今天这样就很难得，因为平常不会想要这么好看。为了承认我自己从短发嘛，哎，很多人都说短发的时候开始觉得就是。我短发之后，他们才觉得哦，其实短发真的很好看，然后才有关注到我。那哎、欸，我真的是短发剪对了，可是短发真的很麻烦，所以我可能会留长，可是也说不定会剪更短，就是剪更短。可是我觉得剪这么短会不好看，所以还算。
还好我每次直播都有到，不会错过。哇，小子真的好棒哦！长发没有，长发随便好不好？谢谢光泰的加299。今晚我绝对把你抓到我梦里 ，OK， 可以，希望在梦里遇见你哦。这不是我会讲的话，可是我讲出来了。希望在梦里遇见你哦。天哪，谁会讲这么恶心的话？就我啊！我刚思考一下，我自己竟然讲出这么肉麻的话。你居然会想，对啊，你们逼我的，你们最喜欢听这种话了。我只说你们想听的话，好不好？拜托。你也越来越开，你也越来越放，你词穷，你也越来越放开了。大家每次我直播变得很怪，你们都说我喝了很多东西。喝了东西没有？我刚喝 water， 我刚喝 uni water， 顺便代言一下。来，我真的我刚喝了 uni water， 这个天粉凝绿哦。上面就是不行，不可以提到这东西，不行，不行，我觉得不能 ，no， 不行。对啊，我当初一直打枪你们，你们会不会难过啊？看你，可能你们看起来被我打枪很开心，就是因为被我打枪，所以你们才喜欢。你们才很喜欢我的，可是现在我不会打枪你们，因为我觉得，腻了，你们会腻吧？就是偶尔还是要当，就是偶尔还是要让你们开心一点。就是适度打枪还是会啦，自己截一张图，你截啊，不行，没有，算了，你们帮我截好了，我自己截不了。而且上次我好像有穿一件就是斜的斜领的，然后也是露上半身。露这边的，然后安我也不知道安为什么会知道我穿那一件衣服，然后就说你昨天直播穿超夸张。我就说因为安会很控管我的衣服，就是因为安是一个你们大家懂啊，安就是一个气质女小女生，就很保守又乖乖的气质小女孩。然后我有时候可能会比较 sexy， 或有时候比较 open 一点。然后安就说你这穿什么衣服啊？就说哦哟，这都不。欸，小心被站在两个后，就觉得，我就跟他说没有啦，就是，可是我觉得是安安太保守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没有像安安这种，就是很乖很保守，所以我觉得他乖到让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。可是有时候就会很想要看安如果穿我的衣服，欸，我跟你说，我很想要看我跟安安的衣服交换。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来拍，就是我可以问他要不要拍，就是可能我跟他衣服交换，就是我的衣服给他穿，然后我会故意挑那种很 sexy 的，然后他给我穿那种可能他平常会穿那种很 lady 的洋装，或是他那种很 lady 的洋装，不然就是那种很就是。
很休闲的 T 恤。我就很想要看我刚刚如果衣橱交换会长什么样子，很有趣吧？啊，不是啊，我就突然拍了一半，突然发现旁边有猫，然后镜头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自然的 take 到猫，就很好笑。不是啊，可是你们会想你们有个安，你们会就是会跟安说，希望他穿比较性感一点吗？不是，哎、欸，不是。安就是你们不安就是乖乖的，很我觉得就很研究生的感觉，就是研究生不是都乖乖的吗？但我就有点叛逆的感觉，就是我比较穿衣服比较不是，就我的穿衣服比较不会是很 TP 的感觉，就是 TP 很多很可爱啊，就是可能在帘子拍照，可能 TP 的女生就会把它拍得很像就是这种，然后我就会把它拍的就是很就是像祖祖的感觉吧，而且祖祖他懂我，所以他有跟我说过，他觉得其实我是成熟的，就是我的形是成熟的。这祖祖也有跟我说过，我说真的吗？然后他说对，你是祖祖，哎、欸，祖祖认同的我。就你们很少会看到祖祖拍照会长这个样子。不是啊，安就是风格就是很清新啊。就是安就是小清新这样。可是我会劝他，就是我会跟他说，哎、欸、有时候粉丝还是会想要看一下不一样的你。你们是不是也想看？可是我也没有带坏他什么啊，就是我就比较强而已。你们就是，对啊，他就安就是，你们觉得安是什么风格？就是好女，就是乖啊，就是乖。一个字乖，虽然我觉得其实子萱也有点安的感觉，只是子萱的又会比较可能来个大蝴蝶结这种，可是安的话就会比较可能是属于不会太张扬的装饰。安剪短头发不行，她的脸型长头发比较好看。安超乖，对，他很乖，没错，乖过头也不是啊，不是，我觉得会让我觉得有趣的人是可能乖，但是偶尔来个小叛逆，就会让我觉得哎有趣，但是安有时候也会，但是只是安他不会有那种，不会很少给我那种感觉。安妮是千。学着点，那个是我爸爸，这是我爸会火，我那是我爸爸，对，那就是我爸，我觉得他的这个感觉，但说不定未来少女后子萱风格会有变吧，不知道。
对，这是我爸。那个留言，天啊，疯掉！我想离开这里，我好想离开现场，我想离开现场，真的是很对不起，很对不起。我跟你们说，就是相处了18年了，我还是很了解的他的，好不好？我刚刚才发现，我是真的，拜拜。我都几岁了，我跟你说，如果我爸说什么，你出门不要穿这样 ，no， 你不要穿这样，我就会生气耶。就如果我爸念我说你的冷气没关啊，灯没关，我这就算了。他如果念我穿什么的话，我会生气。我跟他说穿衣服是我自由，哎，我都没有嫌你穿的丑，我会这样讲。我会说我都没有嫌弃你穿蓝白拖跟我出门，哎，你嫌弃我穿这样，好呛哦，辣，好呛哦。哦，我就说，哎，我是至少就是好看，你这是，我觉得，哦，好辣哦，天哪，老呛，我会被打吧，穿的辣，讲话也辣，哦，全身都很辣，好辣。我妈就不会管我穿什么，如果我穿这样跟我妈出门，我妈不会说什么。我妈她不会，她是不太会管我穿的那一种。她会管的话，是真的是因为天气很冷，我穿很少，她怕我冷，所以她才管我。但她其实很少管，如果夏天像这样的话，她不会。因为我妈她可能年轻的时候也是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可能我妈比较懂我吧。而且我觉得我爸也还好，也算好的了。我阿妈比较保守一点。可是我觉得给他们就是我，顾眼睛啦，顾眼睛，不知道哎、欸。就是我没有排斥被喜欢的感觉，就是被觉得身材很好，因为我觉得。就是我喜欢漂亮的女生，所以我也希望我自己会成为我觉得漂亮的女生。就是顾眼睛，对，我不会排斥被别人顾，就是帮别人顾眼睛，只是我就是还好欸，我觉得。我是那，我就想说，如果我这样的话，那其他比我更漂亮的小迪怎么办？小迪会遇到的更多，就可能比我更漂亮的人，就是那怎么办？这样，那如果是一个哇身材超级无敌逆天的模特，那他怎么办？对，所以我其实还好。而且其实不知道哎、欸，对啊，我先念个榜。第一名是北原神推，第二名是数字君，第三名是 Jackie， 第四名是加速，第五名是 Free Plus， 第六名是 Alex， 第七名是小子，第八是艾拉，第九名是幻影战士，第十名是 Ira， 恭喜上前10名。
反正就算80岁父母还是会担心，没有那么夸张。还以为你今天不想关了，没有，我要关播了。今天真的很好看，谢谢北原。Me too。不知道哎，我是没有遇到过。我被保护的蛮好的，而且我也保护，我也是蛮保护自己的。等你们的截图喽。好，明天见，拜拜，拜拜。明天能拍多少照片不知道，毕竟明天我有很多人要拍，没事的。拜拜。